全越南双马龙梁靖昆会师八强，周启豪二连胜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单项比赛在延安大学体育馆继续进行，八场男双八分之一决赛同时结束。四分之一决赛中，上半区北京队的马龙、王楚钦将迎战河北队的梁靖昆、周凯；广东队的周启豪、张超将对阵黑龙江队的徐英斌、曹薇。第三局局末，他们又在10-5领先时错失了5个赛点。